出发啦！啊，有只蜘蛛啊，吓死宝宝啦！好，我哋行咗几层楼梯上咗嚟啦。呢个神社基于1687年，系日本三大道贺神社。我哋到大分县一田市，坐咗好耐车，我要去公园玩。呢度系日田龟山公园，呢度系咪好日本呢？咁真系噶啦，我哋喺日本啊嘛，我喺嗰度啊。呢度系斗田町，系传统建筑群。等我哋入去呢间屋度睇下先。呢度系日本最大嘅叉号嘅，睇下我后面。哇，系几多个天线咁高啊？之后到咗我哋最出名嘅日田酱油，睇下嗰啲人咁多人喺度入市入市呢。我哋坐咗喺第一行试豉油，豉油都有好多种味噶。我哋做咗熊本源嘅温泉，个温泉叫醉辣温泉。我睇一下啦，哎呀！吓，呢个叫醉辣温泉，睇下我咁紧张啊！舒唔舒服啊？舒唔舒服啊？舒服系咪啊？一路浸脚，一路望住出边嘅风景，真系好舒服，同埋真系好清新啊！啲空气。呢度系养乐温泉，出边条河嗰度就温泉啦。你系咪啱浸完啊？系啊。舒唔舒服啊？好舒服，
可以攞浸布件衫都得曬。嗯。大家覺得呢度靚唔靚呢？我覺得好靚，你哋有興趣都可以嚟增加。你嚟睇下，裏面嗰啲温泉係泉出嚟噶，好熱噶，但係我覺得好暖啊喺嗰度浸。我哋去落窝之音瀑布行呢条长楼梯，落去就好方便，上嚟就好难噶咯。我都做到，我巴巴都落到，佢咁肥佢都落到，哈哈哈！你哋都得嘅，到去就好靓噶啦。好快就到噶啦，俾心机啊！你觉唔觉得好似一副眼镜呢？我哋首先正面望下呢个瀑布，之后我哋走咗入瀑布入边。我们可以由瀑布底部不同角度欣赏，还可以望到彩虹添啊！大家观众见不见到啊？有彩虹啊！上了108级吧。之后黄昏，我哋去咗行 Outlet， 嘅朋友买咗好多嘢，但系我叫佢做妈妈。我哋由黄昏行到夜晚，佢其实系8点收噶啲嘢，我哋行到8点9点收啊！我赶住去 shopping 啊，唔讲啦，拜拜，再见。喜欢我们的片就 like 我们的 Facebook 啦，还有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啊，想知道那些内容就记住看我们的 vlog 啦。 See you later。